到香味，长辈吃汤圆一口接一口，都露出幸福表情。中和区复兴里举办温暖活动，里长游明玉邀请大家暖暖过节，吸引不少人来参加。活动热闹也让人感觉格外幸福。到复兴里来跟乡亲呢，大家来玩这个搓汤圆的活动，增加说啊，我们那个以前的古早味的那个欢乐。大朋友小朋友一起来做这个搓汤圆的活动。今天呢，我很感谢我们区长跟议员的莅临我们复兴里在这边谢谢。粉红色白色汤圆是不少人的儿时记忆，中和区复兴里冬至大团圆，大家齐聚一堂话家常，不用躲在家里，可以和老朋友快乐过佳节，也让里内的向心力更加强大。今天很高兴跟复兴里还有欢喜广场一起来参加这些生意的活动，然后会当带我们真侪只乡亲时代重新搁回味到囡仔生意的迄种感觉，会当讲非常的欢喜希望咱大家这个每一年的活动当中，大家当踊跃来参加，加入满满爱心，大家用心煮的汤圆吃在嘴里，暖在心头。数位天空新闻综合报道。